所以说五哥他也知道是因为文相爷的关系才被抓走的吗？他一直都知道。哥已经理解了，我真的可以原谅小珍的爸爸吗？听说疼痛感会很严重，已经开始了吗？爸，志婉的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志婉的爸爸真的有地方不对劲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幸福像今天一样。